泡啊、洗手液啊，还有酒精，这算是特殊时期的新年礼物吧。这真是太厉害了，现在这些东西有钱都买不到。还有孩子们，千万别逼着他们晚上再上课，什么学习了，听见了没有？那个欢欢去你那儿了吗？没有啊。欢欢院长，你不见了。你想干嘛呀？我全身发热，整个身体都很不舒服。我上网查了，就是新冠肺炎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中天娱乐台，小舍得。